出国吗？快跟着我来吧！一起来五分埔商圈，用5000元搭出一周异国感穿搭吧！小资大挑战 ，Let's start！周一 Monday 不补录，来场韩剧女主角感的穿搭吧！周二来点东京感，日剧小资都这样穿。周三节奏快速的纽约，就用丹宁决胜负吧。周四巴黎左岸的咖啡厅，最适合这样的简约优雅风。周五贵族英伦风，高雅利落感，帅气又时尚。五分埔商圈，5000元挑战为出国一周异国风穿搭成功哦。把计划的旅游金拨出一小部分，用穿搭为不能出国的自己来点小确幸吧。